三人站在马路中央，似乎在议论着什么。仔细放大一看，哎，这不是艺人陈建州吗？只见他双手叉腰，看起来不太高兴。原来是他的爱车被撞了。就突然间听到嘣一声，然后我就心想，应该没吧？不会吧？因为那声音挺大的。然后就看到照后镜那个车就粘在我的车上了。他其实他是这样趴在方向盘上面。好像感觉是挺难过，也很懊悔嘛。然后我当下也是也不想为难吧，毕竟人是有七情六欲，我是人也不是神了。超跑维修费想来惊人，陈建州心想不是有意，也考虑到对方职业，因此不索讨赔偿费，选择自行吸收。开的就是这辆迈拉伦跑车，台湾标价1580万元起，720匹强大马力，碳纤维底盘，时速从零加速到100只需要2.9秒，最高时速高达341公里。努力拓展事业版图，这回佛心表现也在网络引发热议。三立新闻林祥泽、邱小倩台北报道。